哎，大哥，我是德高街要分享三位哦。众所期待 ，Last Four 再加一，哎，但这一次哦，这是朋友借给我的日常 Last Four。我们现在就来分享一下，跟最近还有很多巧妙的连结。为什么呢？哦，刚好这一把，首先我觉得它的 neck， 它的 neck 跟这个我们的 USA Gibson Standard 哦60 Slim Taper 很像哦，所以可想而知，这个也是一种 Slim Taper 的取向。但有趣的来了，它的 binding 比较薄哦，这是镜头前不好呈现。但是这一把是日常，这一把是我们的每场 Last Four Standard 60，它的 binding 哦，相较来说薄了一点点，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比较简洁有力，然后 binding 的方法看起来不太一样。然后有趣的是，这把看起来甚至像是软漆哦，所以我们来看观察一下哦，为什么会是软漆？第一个是借我的朋友他这样讲哦，好，第一个，第二个哦，这个版本是这个 EP Phone 哦，上面还有削掉两块角的版本，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年代感哦，一定年份之前的产线。有趣的是，这边有铃铛盖，上面写的 Gibson 哦，这绝对不是怎么样，这是原厂官方自己出的哦，真的好热。然后呢，你看它铃铛盖下缘是墨入，所以它就是要故意做一个区隔，这是真的蛮有趣的。然后怀疑是 bone nut， 因为如果是塑胶 nut， 应该这些年份应该氧化掉了。哦，上面哦有贴一些那个朋友他自己做的记号，疑似是为了方便乐理跟记忆。但是我觉得在你在看到这些还能反应的时候，已经考验的不是记忆力跟你的乐理能力了，也考验是你的动态视力哦。你要能够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还真的是我觉得没有很简单。好啊，最有趣的是这一组拾音器外观真的很漂亮，然后这个配件哦也是这种会氧化掉的银色配件哦，这个真的是很漂亮。然后这个框你看已经黄成这个样子了，所以这把琴可能粗估应该有30年以上的岁月。然后看一下上面这个 checking。哦，想看弹奏分享的朋友，建议可以直接快转到后方段落。那、啊、这个虎纹还蛮漂亮的，不过看起来应该是 veneer， 因为它的这个有没有？你会发现它一致性很高哦，它不会有一个水角度不同，看起来不太一样的颜色。那、啊、顺道一提，是很漂亮的这种 sunburst， 所以你可以整个看到它边缘的纹路哦，不会说到旁边都是黑一圈的。我觉得这个是最漂亮的 top， 然后。有很多这种细纹跟漆裂，我非常开心能够弹到这一把琴。哦，这一把是那个红地嘎噶夏路卡啦，哦，这个我们的黄志佳大哥借我的。哦，这一把日常的 EP Phone， 它真的很有趣，因为它的漆面又跟每一场的 Sport 摸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另外，它这个超级亮，就如果说 Nitro， 它质感又不太像；可如果是硬漆，硬漆又不太会有这一种。纹度那个裂的纹路哦，所以请各位朋友给我建议一下。这样最有趣的是，这一颗是 ABR1。哎，前几天我们发过一集影片讨论说那一把每一场 Gibson 上面什么，哎，结果真相大白是 Notch Valley。结果这一把居然是 ABR1， 哦，有趣来了。你看，首先哦，它看起来比较消瘦一点点，然后一个螺丝再来直接锁进琴身，有没有？很意外吧？对吧？直接锁进琴身里面哦，它不是下面还有一个 wash 的那种状况哦，没有一个垫片，所以真的是非常特别，在日常上面出现这个规格。但是因为我还没有把这个拆起来看过，不确定它下面有没有写 ABR1 哦的这个设定，然后它的螺丝方向是对的，是往里面的，蛮有趣的一把琴。然后其实我觉得 ABR1 看起来跟 Nash Valley 的外观你拉远一点看，其实没有很明显，因为它的厚度跟这个宽度没有想象中是苗条跟粗壮，其实看起来真的很像。详细就你看，你这边看是看到下面的金属底片，你是看不到木纹的纹路。然后如果是 Nash Valley 的话，也是看得到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音色的分享。老样子，我们已经没有在管什么公不公平了，我们就是给各位朋友一些心得，跟我们的测试的感想，然后。就尽力而为，然后到底什么音色会比较好听？坦白讲，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且战且走。我这样子也蛮好玩，就这样，我们咔一下来架设一下 setting 来音色分享。
好哦，我们现在架设好了哦，整个录音跟等等，前面是前几集的音轨，那全部都放在同一个，这样也更方便说确定参数的一致性。好，来开。哦哟，好，然后来一样哦 ，output two， 然后音量转到二，小心。好，转到二。哎，这个真空管音箱真的很耐弹哦。我们自己这样子家用哦，不管录音啊、拍影片等等，已经快要三年的岁月，没有什么换管的需求什么等等的。那顺便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底部哦，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大家看它这个板真的看起来很黄哦，真的有 vintage all stock 的感觉这样子。好，然后就是 two piece， 好，这个嘛，之后我们弹完再聊天。哎，这边好像还有一块，对不对？所以这把可能就不是 two piece 的哦。然后有趣的是，它这边是 bolt on， 这个详细我们会有一集再分享这件事情。它是这一种50的哦的这个 tuner 哦，更有 R9 的感觉，有没有？然后来，接上。好，我们来准备开始，来确定一下，来。
Thank you.
感谢大概收看哦，这一集我们分享了这件事情了。然后呢，我觉得下一集事后谈再详聊哦。这一集简单的分享一下。哎，虽然说是60 Steam Taper， 但是我觉得两把琴还是在弹奏上个性有很大的差异哦。就是我可以感觉到说哦，这一把琴就更加 Slim 一点。但是问题来了，那个 Slim， 我觉得难道砍头是漆的问题吗？那有什么是我是没有听过什么软漆比较好弹这种东西，然后什么哦 Night to Cello 比较滑顺，不是都颠倒会比较黏嘛，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把琴的琴颈其实没有差很多的，差一点点，但是就是它会在你该有肉的地方有肉，该没肉的地方没肉啊。至于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每一把60都是这样子，我再来实验一下。因为我记得我在金麦握过60、哦、跟在敦煌握过的60的手感都跟不太一样，所以这就 很有趣。甚至两把的时候，感觉更接近这一把，所以该说他做的很棒还是怎么样，这我们就不知道了。然后那个 AB 啊，我觉得在弹奏上面来讲，我、哦、对于你弹奏的心得啦、感觉之类，我觉得没有很大的说刺激或是启发性。因为重点你还是你弹下去的时候，这把琴真的是很奇怪。它弹起来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氛围，我真的越来越好奇这把琴了。难怪跟 Carson Shaw Fender Carson Shaw 可以尬吼，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还是无法理解。而且明明，照理来说不是那个应该是比较高配的下弦枕嘛，就弹起来，哎、欸，而且都是十号弦哦，这件事很公平。不是说啊这个装九号，这个装那个，没有，100%都是十号弦。好，然后这一集。因为呢，其实这一集很像琴颈拾音器分享，因为这一把呢，其实你如你所见嘛，就画面中看到它那个琴桥那边好像有一些不知道是线路的故障还怎么样，我还没有查过那个问题。哎，但是琴颈吼、哦、就基本上应该是 full power， 就是原本的状态。哎，顺便来看一下后面哈，我看一下背面，看会怎么样。其实你看哦，以背面来讲，这是一把非常漂亮 EP4， 那么看真超像。超像 Gibson 哦，就以这个背面来讲，而且它是奶白色的盖子，它不是这种黑色的盖子，就是蛮有趣的。然后这个几块 piece， 我们晚点在拉塞的时候再聊好了，等下再聊这件事情。你看这个 bolt on 多特别，这边锁一颗螺丝，不确定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增强的抵抗力啊，怎么样就不得而知。好、哦，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哦、你看这个琴颈跟。这个中间看起来有一点好像比较明显的一些缝，不知道为什么哦、啊、像这个就没有这一条状况，所以我不确定这个是他当初的做法还是年久的状况之类。我觉得这个画面还蛮有趣的、哦、等等的。然后就是我很意外的结果，就是这一集拍完的状况是奇怪，明明是规格那么相近的吉他，虽然我还是不知道它到底软漆还是硬漆，然后这个年份的序号极为难查，你知道，就是所有产线不管是 Fender 或 Gibson 进到日本之后，它的那个序号系统又跟每一厂是不太一样那个状态，然后又 Vintage， 所以它就更难查啊，是不是一把好琴？我觉得那个外观上来讲哦，这一把甚至比这一把看起来奢华哦。如果你没有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就那一把，坦白讲，你在就直接这样看，你会觉得那把琴比较贵。外观上来讲，然后那个贴纸哦，哎，还真的会影响手感，就是你弹起来真的感觉会不太一样，就是只有木头哦，只有 fingerboard 跟上面有一层这个我们的指示贴纸哦，记忆我们的音程 interval 之类的这个状况。然后就是这个琴桥，我再看看里面好像刚刚摸的时候会有声音，所以我猜可能是短路或是年久之后它那个线路哦。可能当初在焊的时候有一点那个状况，所以他没有焊得很牢，所以导致他的这个琴颈。不然我是蛮好奇他的琴颈拾音器映射到底什么的，这样比较公平嘛。我会说，那个看你都比琴颈琴桥，但是我觉得这样一比之后，哎、欸，我得有一个结论，就是我更加不能说什么啊，那个 Les Paul 没差，有差，差很大，真的差很多，就是在每一场台是真的有它不得了的地方，哪怕这不是一把很正经的。正经八百的每一场，但它以 Les Paul USA Standard 来讲，好，我还真的弹得出它的价值来。就经过这几天，你看跟 Custom Shop， 然后跟这把琴的分享，接下来乱来的计划加一，我现在马上就要来跟他 BS 每分，看他发生什么事情。哎，最后讲一下，补充一下，今天的效果器我又来，都是 TS 808去推。尖锐啊，不讲错，去推 Red 或是推 Timmy， 就这两个。你听到那个比较狂野 Game 比较多，就是 Red。
比较少的就是 Timmy， 就这两种而已。一样啊，最后今天主要在谈 Timmy， 也是个蛮有趣的发现。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再会，再会，拜拜，请多多指教。